佩奇薇。你好，我是 Lavelle 陈佩佳。呀、yeah, ，今天的 Vivian Lavelle 去挑战呢，不是猜歌了，今天我们要做 You Control My Day。所以好，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戴上耳机，先把耳机给戴上。OK， 来，陈佩佳，请戴耳机。好可怕哦，到底会 control 我做什么呢？拿出电话，我会打给你。好，我们想要接电话。听到我讲话吗？等一下，我要调那个蓝牙。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有了。OK，Lavelle， 这时候你看到警察吗？你跑去跟警察讲，耶、yeah, ，我要开始我的工作了，美好的一天。I start my day today, so happy. Hi, yeah, I'm so happy because I want to start my day already for work. For work. 嗯 ，Yeah, give me five. 我还假戏给我哎，现在你就要很开心、很愉快的。然后大步大步跑过去肯定。OK， 看到有人吗 ？Hey， I'm so happy. Hi， I'm happy. Hi. 有时 control 别人真的很开心哦。哎啊，很多人呢，这时候转圈圈。能不能你猜走进去，大大声喊三幺喇叭那么干？谁要生个老板那么干？走去另外一边，伊尼莎就哎，哎呦，伊尼莎就啊，慢了那些了慢，慢是你转那些了慢，棒，伊尼那些了慢，是你转那些了慢，哦，那些了慢迷你，哦，阿德米粉的，阿德米粉，米粉打的，阿比山那么干米粉。100% nasi lemak 1.30% ringgit. Ni so mahal ya. Mahal. 1.30% Oh, saya tak ada duit nak bang kau. Tapi saya tak ada duit yo. Macam mana? Tak apalah, saya tak mau beli ya. Thank you.然后马上跑出去，三月喇叭啊！哇，三月三个喇叭啊！把脚翘起来了没有？喂，正好来了。哦，因为该外面下雨很湿。夸张吧，你鞋子这样黑。那我希望把脚放上来的。OK 啦，放一下啦，很臭哎，比较舒服。你什么事情？来，我们来讨论一下明天。嗯，拍摄的细节。哎、欸、燕，你觉得我今天的穿 OK 吗？是你的吗？因为等下我要出去，我就不懂。等一下，燕，等一下，燕，你觉得我这样穿 OK 吗？这样还是我明天这样穿的、啊、OK 吗？不妥当。为什么？不妥咩？我觉得 OK。要不要你问一下燕，让他来猜一下现在你是不是单身？哎、欸、燕，我们先不要聊明天的东西。你觉得我像单身的人？不像。为什么？不像啊，因为你整个人都就很不像那种单身是怎样。单身。答对了，我有两个男朋友。你答对了，因为我有两个男朋友。我现在很烦恼哦，今天晚上两个都约我，不知道跟谁。可是我跟你讲哦，我很烦恼哦，因为今天晚上哦，他们两个都约我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要跟谁出去，怎么办？你有什么见解？所以我没明白，那你就问我，我们还是要继续讲拍摄的东西。没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因为他不懂，他不懂，因为他只专一在一个上面嘛。不可以让别人知道。我就想要问你，而且我不可以让别人知道。我要保持我的女形象。真的，他会骂我，你懂他了，他会骂我的。我要保持我这玉女的形象，保持啦。直接讲啊，你跟男朋友你觉得对吗？你觉得对，我就去讲。可是这，可是要直接讲啊，我怕底下你觉得对面这样子，很不对啊。可是你就是要这样做，能怎样？为什么你要伤害两个男生的心？没有伤害啊，两个都很爱我啊，我是接受两个人。我其实没有伤害他们，因为他们两个都很爱我，然后我也很爱他们。你就选一个就好了啦。可是好啦，好啦，你就选一个就好了，为什么你要这样？现在我都跟你讲了，我的男朋友你都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你应该不会讲出去的哦。我都跟你讲，我两个男朋友啊，你应该不会讲出去的。对啊，我都 spread 到整个圈子。哎呀，我手痛一下。我们。哎呀。做很贵的，你看到吗？去做过喽，叫你男朋友给钱你。好啦，正常啦，你要跟我什么？你先讲。正常啊，来，你要讲不？
来，我们再聊。明天的拍摄。明天有拍摄咩？换两位时间。可是明天有拍摄咩？不是换了。你要给我打是不是？不要明天拍摄，因为我明天要去见我那两个男朋友嘛。你觉得拍摄重要还是你男朋友重要？因为我男朋友也蛮有钱的啦，他也可以养我。因为、这个、好啦好啦，坦白跟你讲，其实我没有很 care 啦，因为男朋友很有钱的，他可以养我。这样你明天就不要出现就好了，让你们一个人去拍。我现在就跟老板讲，不要这样子啊，你掩护我啦。对，不要这样子啊，你掩护我吧。我怎么要掩护你？那是你的工作。你又要我煮东西，阿文又要我搬新的东西，我很烦呢、欸。去跟老板讲，去跟老板讲，去，我现在就去。去，我现在就去啊！去，来，病啊，我去。来，走啊，走。